本分局今天下午2:30实施拦截围捕演练，演练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与金融机构合作，以提高行员及保全的警戒心，并训练员警在面对重大刑案之应变能力，迅速组合快速打击犯罪的部队，针对抢夺及挟持人质等特殊重大刑案发挥勤务指挥管制功能。